全台湾脊髓损伤的患者有6万多人，除了医疗照护需求，也需要心理关怀、经济辅助等等。为了协助伤友可以获得全方位的照护，慈济医疗法人日前在花莲慈济医院宣布，将在北中南东四大院区成立脊髓损伤医疗重建中心，建立脊髓伤友资料库，由专科医师进驻中心提供多项资源，协助伤友减少病痛、重建身心、提升生活品质。慈济基金会关怀脊髓损伤病友超过半世纪，为了让全台约6万名的伤友都能获得全方位的照护，16日成立慈济医疗置业脊髓损伤医疗重建中心记者会，整合跨医疗科团队，帮助伤友解决医疗问题。还有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脊髓损伤医疗重建基金专户，要打造全方位守护脊损伤友的台湾队。首先，非常感恩国务执行长能够自己跳出来，希望结合大家的力量来帮忙我们的病友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国务执行长呢，他过去20-30年他全台湾这样子的去巡回去帮助我们的病友，都有泌尿道的问题。那花莲的神经外科呢的团队是中西医复健结合的团队，是全世界第一个拿到政府的许可证。可以做脊髓损伤的细胞疗法，这个是真的是划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疗法。我们除了泌尿道的健康，我们骨科的健康，我们还有神经外科的重建、复健科的努力。大家这么30几年来，已经很成熟到可以组成一个真正的台湾队。台湾队就是慈济队，要来照顾大家健康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是一个时间，30几年来大家努力的成果。我们各个协会在各位各个县市的理事长们努力耕耘之下呢，也都非常的成熟。所以我们大家携手一起来打造一个没有疾病、没有并发症的一个环境。我们也希望在医界呢，我们透过我们的重建中心，在各个慈济医院以这个为中心，能够就近照顾一个区域的县市脊髓损伤者的健康。好，我们不只在医院要让大家回来到医院可以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、友善的环境之外呢，我们还要深入社区，让一些在家里走不出来、还没有走出来的伤友们能够得到健康的照顾。花莲、嘉义、大林、台北及台中四区重建中心将陆续纳入神经外科、神经内科、泌尿科、骨科、整形外科、复健科及身心医学科等专科医师团队，由副执行长郭汉崇组成重建中心推动小组，并担任召集人，提供关怀、重建、复健及照护等四大服务，期盼让脊损伤者在急性及慢性期都可获得完善医疗照顾，减少伤友无助摸索，尽早协助重新回到社会。记者蒋方彦，花莲市报道。